梦秋蝉难合眼，心思恍惚少精神。自自从赐死了杨氏，除去我心腹之患，只因我家豪富乡里奉承，凡事好办，丝毫未漏。杨氏死后提亲的不断，定妥了曾吉镇孙家之女，下月搬娶。趁此机会，我不免去到店子庄给杨家送信续亲，使他不能生疑，免除后患。高三，哎，把马备好，我要到店子庄探亲去。好嘞。六叔，牲口备好，拉到庄外。哎，六叔啊，您别忘了带这个。我说，咱别这么一惊一乍的，好不好啊？这样像杀人的吗？今儿我这是怎么了？咱们家的饭呢，就是不给他吃，那你横得说因为啥不给他吃？我说
吃就不给他吃。得了啊，哪儿姐夫大老远的来了，他说没吃饭呢，我给他烫两盅酒，炒俩鸡蛋，那么就至于舍不得？甭舍不得，你不还小呢，你要是长大了出了门子，你女婿要是来了，妈妈也是照样儿。你琢磨琢磨，我这十个手指头伸出来，我摇摇哪个不疼啊？你跟我弄那个揍啥呢？八戒，啥啥啥？八戒！哎呦呦，对喽，我揍八戒。哎呀，岳母，你看又给您添麻烦了吧？二姐夫，你快添点腿去，快添点腿去。岳母啊，来，您也喝一盅啊。我不会呀，你快喝吧。他三姨，你喝一盅啊。我不喝，不打，就给他脸是。他二姐夫，哎，那么大老远的来了，这是有事儿啊？啊，有事儿啊。啥事儿啊？岳母，我是给您报喜来了。我们家仇有千万，气从何来呀？那么哪家都抽起来，谁家不行有点喜事？你说这个丫头真正是犯啥毛病了？你等着，你等着。哎，他二姐夫啊，啥喜事儿啊？岳母，我又定亲了，定妥了曾吉镇孙家之女下月搬娶。岳母，这回又给您续了个二闺女，这不是一喜吗？啊，喜呀、啊！我那闺女她没福啊。岳母啊，您也别难过了，等她过了门啊，我带她给您磕头来。这往后咱们两家亲戚还是好亲戚，可绝不能闹生分呐。啊，中啊，只要你们惦念着我就好啊。他三姨，这回又给你续了个二姐姐好不好啊？满说是续一个，你就是续上十个八个的，也没有我那一奶同胞的亲姐姐好啊。好是好啊，可惜他已经死了，现在也看不见他了。我是不想看，要想看呢就看得见。哦，那你是怎么个看法啊？从你们老高家坟里扒出来看。那我可要告你啊。告我何来？扒坟掘墓。你有一告，我有一诉。你诉什么？我二姐姐死得不明。死得不明，难道是谁把她害死的吗？我看就是高小六之姨。我就算是我又怎么样？上堂告状，给我二姐报仇。就凭你个黄毛丫头，少说你个拉天使的话，能办出你们家的事吗？你们家的事吗？别说了，按说没有这回事。要是有这么回事，就算是有，六爷有钱，栾县城里，单凭你告六爷，我借着你的。我
手指扇过这棉花，糊里糊涂就下了班，睁着眼里慌张，可为什么？你没听人说吗？小外甥女啊，先死的，你二姐那个手啊，是让信别给拉的，夜死双鱼，不许重入练隔夜三掰，要是重入练隔夜三掰呀，100天之内，赐他们老高家当口之刃呐、啊。听说吗？大嫂裴氏无草女，他三人足朽无耻又勾搭，先管那二姐姐爱他们眼，他三人同胞弟弟把姐姐杀。我说咱别说这个，妈是杀的，妈是杀死的。大嫂子不好，五嫂子不好，在人家家呢，我看你呀、啊。你就拉倒吧。帮神牛
州城。法政学堂毕业，在北京后世多年，多蒙几位学友帮我捐了一名栾县的帮身，今日升座澡堂来呀。有四和尚。是。进来。是。哎，上堂回话。给县长叩头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现在是中华民国了，没有这种礼法了啊。方才是你喊冤呢？是。叫什么名？杨三娥。多大岁数？15岁。有成状吗？有。上来。是。杨三娥。有。本县有3八放告49收文，你有多大的冤枉到此喊冤呢？县长，我那呈状已上写的明白。哎，我还忘了看。上写据承人杨三娥年15岁，状告高占英欺兄霸嫂，杀妻害女。杨三娥。有。状告人命大事有干政吗？没有。有报告吗？也没有。家里头还有什么人呢？父母俱在，还有兄长。既有父母又有兄长，这人命大事为何不叫你的父兄前来？一个小小的女子顶撞喊冤是何道？父兄在洛亭雍宫，来者不及，母亲年迈不能动转，故而民女出头。洛亭县离你家有多远呢？130多里地呢。哦，难道说连个亲门近知也没有吗？总有亲门近知，人命大事不敢出头也是枉然呢。招啊，你状告人命大事，一无干政，二无报告，况且你又是个小小的女娃，顶不起这么大的官司。要依着我说，今天你先回去禀明你的父兄，另写呈状再来呈辞吧。县长，我二姐姐死的冤枉，您给民女做主吧。县长，我二姐姐死的实在冤枉，您给民女。对，县长都退堂了，走吧啊。求你老再给通禀一声。哼，啰嗦。为官不为名誉，广要扬钱。昨天石德石先生给我送来500块现大洋，要我关照老高家的官司。哦，这不用说呀，老高家一定是亏了心了。我呢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管他亏心不亏心呢。今天杨三娥不来便罢，要是来了，冤枉！冤枉！哎，嚷什么呀？冤枉！等着，报告，杨三娥带一男子前来喊冤。真来了，叫他们进来。是。上堂回话。哎，方才是你们两个喊冤呢？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杨国恩。杨三娥是你什么人？她是我妹妹，我是她哥哥，打小就这么论的。有呈状吗？有。呈
捧上来。哎，杨滚，有你状告高占英杀妻害女，我问你，你二姐姐哪里有伤？哎，我不知道啊。混账，不知道哪里有伤前来告状。哪天我没在家，是我妈跟我三妹妹去的。不信不信你问咱三妹妹。还什么咱们三妹妹啊？杨三娥，有你二姐姐哪里有伤？手上有伤。手上有伤也不至于毙命啊。我想手上有伤，身上一定有伤。身上究竟哪里有伤？是你亲眼得见吗？县长，那日我母女前去吊孝，见我二姐姐左手用棉花包裹，当时拉拉扯扯不容瞧看，私自入殓。民女回到家中，细想这褶褶掩掩之事，其中定有缘故。我二姐定是高家所害，求县长替我二姐报仇。县长，我二姐姐死。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全明白了。老高家是个大财主，你们家呢是个贫寒人家，有你二姐姐活着的时候，短不了跟人家借钱。这是一种借贷不周，怀恨在心，无计可使。趁着你二姐姐一死，告到本县，求老爷我给你做主，断给你俩钱花，这话对不对呀？胆小，老高家有钱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哦，老高家有钱，你就替他们说话，我们穷人就不能打官司吗？无凭无证，不能准状。算了，三妹妹，这状咱不告了。哦，我这么一听啊，这不是县长你在说话呀，这是老高家大洋钱在说话，怪不得你说话银子响啊！你不准状，给我状纸，我要上告，我要上诉。哈哈，你要上告？上告？你要上诉？上诉？你们上房我也管不着。大胆的杨家兄妹，上得堂来通报人命大事，一无干政，二无报告，竟敢放肆耍刁，哪里容得？来呀，把杨滚押起来！妹妹，妹妹，杨三国赶下堂去退堂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不像话，给我打！
他进来。杨三娥上堂。今日不准撞，生死在当头。杨三娥，你不是要上告吗？为何又到本县喊冤呢？我们的官司没有披阶，怎能上告？你家里无有个主事之人？我哥哥来了，就是主事之人。谁是你的干政啊？我二姐姐是我的干政。你二姐姐是死去的人了，她怎么能给你做干政？你打开棺木，我二姐身带伤痕，就是干政。简直是笑话。就算是把你二姐姐从坟里头扒出来，她是死去的人了，不能够说话，又怎么能给你做干政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为了你这码子事儿，老爷我还得仿效前朝的包公包文正，下阴曹游地府探阴山扎判官，审问你二姐姐的冤魂吗？我倒是想去，可惜我没有那过阴的邪术。我让你开棺检验，谁让你下阴曹游地府审问冤魂了？人命是大，空口无凭，必须有亲眼目睹之人才算干政。如今我又有了干政。谁是你的干政啊？县长，你就是我的干政。胡说！难道说你二姐的意思是老爷我亲眼得见吗？啊！今天三姑娘就让你们亲眼看看，让你们看看。喂，他住了。喂，我准撞，准撞了啊！哎，快把他送回去。哎呀，好一个厉害的杨三娥呀！我刚说了一句，难道是老爷我亲眼得见吗？他嗖，他拔出一把剪子来，就要刺死在堂上啊！哎呀，这幸亏是没死啊！这要真是死在堂上，别说我个副号县长，就是那正号县长来了，他也担待不起呀！我呀，我赶快发传票吧。报告，什么事儿啊？您那笔啊，拿到了。来呀，立传高家父子裴世金遇到案。是。混账！是县长。可恶！是县长。我说你们是怎么当差的啊？那杨三娥带着剪子上堂，你们也不检查检查，不会办事。是。来来来，哎哎，我教教你啊。这往后再有人打官司告状的，你问问人家。哎，您打官司啊，带着剪子没有啊？不会。报告，什么事儿啊？高家父子在到。哎呦，我说，往后咱们别这么一惊一乍的，好不好啊？是啊。高鬼章到了，高占英到了，裴氏金玉。裴氏金玉呢？啊，禀县长，老高家是个大财主。妇女上堂脸上无光，求县长给他们家留点脸面。嗯，哎，您瞧这个事儿，得，都给您，都给您。什么公事？带高贵章。带高贵章。有。县长。你叫高贵章？是，多大岁数？68岁。做何生理？在堂上开了一座小小的瓷器店。身前有几个儿子？有6个儿子。高占英是你第几个儿子？是我第6个儿子。高贵章，是，高占英做出杀妻害女这样野蛮之事，你这个做家长的没有责任吗？禀县长，我高门中控传家绝无此事。你说我有此事，那杨三娥为什么告？那是借贷不周，讹诈于我。带高占英。带高占英。县长，你叫高占英？是。
多大岁数？25岁。什么职业？教初等小学。哪个学校毕业？高等师范。入国传习所吗？传习1年半。高占英，有。我想你既是在教育界服务，什么礼仪王法不懂，为何做出杀妻害女这样野蛮之事？难道你不懂民国的法律吗？县长，学生知道国法，怎么能做违法之事呢？你说我有此事，那杨三娥为什么告？他是借贷不周，讹诈于我。你妻是怎么死的？病死的。什么病？血崩。小女斗疹。请先生看过吗？请过。谁看的？家书高贵和。来了吗？来了。带高贵和。带高贵和。有。高贵和给县长鞠躬。你叫哎。站稳了。哎，报告县长，我站稳了。你叫嗨，我说你怎么站不稳呢？回县长啊，我是个残废人啊，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呐、啊。你叫高贵和？高贵和。多大岁数？57岁。做何生理？在家开了一座小药铺。死去的高阳氏是你给他看的病？死去的高阳氏正是我给他评的脉。评的是哪部脉？死去的高阳氏评的是几表中指口脉。何为口脉？县长，这脉分七表八里呀。何为七表八里？对本县长详细说明。县长容禀，浮脉者轻之可得，在皮肉之间如水漂木，似风垂毛。脉分浮扣花石陷菌红，乃为七表之阳脉。回尘圆强缓似不绕，相间八里通，乃为阴脉。口脉是何形状？口脉如同夜游标耳中口。阴间何症？一见崩漏，下血过多必死。嗯，既知病因，就该对症下药了。我给他开了个药方。什么方子？3七止血汤。药方子带了吗？带来了。就药方子地上。高贵和，有。何为3七止血汤？内有什么药材？对本县长详细说明。县长容禀，汉三气，3000为君，地狱炭3000为臣，当归灰2000，黑蒲黄2000为佐，中炭前半，百炭前半为使。小人用药，分为君臣佐使，请县长详情。高贵和所说和药方一字不差。县长您看，去开我呀！去去去！虽有药方为凭，怎奈人命事大呀？把狗庄村政村妇唤来，一问便知。传狗庄村政妇。传狗庄村政妇。来了来了。哎呦，县长，你们是狗庄村政妇啊？是是是。我想你们这位村政村妇的乃是本县长我的耳目，老高姐做出这样野蛮之事，你们为何不来报告啊？回县长的话，老高姐忠厚传家，绝无此事。是绝无此事啊。高阳氏是怎么死的？病死的。什么病？血崩。受逢。混账，这妇人之病你们怎么知道啊？我是听我妈说的。我是听我老婆子说的。敢保高家父子？敢保敢保。好，既有药方为凭，又有村政村妇作保，大家各自取保，一同下堂。慢着。姐姐是因病而亡，你为何偏偏说是被害而死呢？既然他们都说我二姐是病死的，谁敢与我拒绝画押？村政村妇拒绝画押。
回县长的话，我们这些当村政村副的只不过是调解帮忙而已，我们可不敢拒这个接呀。霍丞相，高展英上前丁辞。哎，六道沉重如期。他三姨，你这是多余呀、啊！你二姐姐明明是病死的，难道是谁把她害死的吗？高展英，我来问你，那日我母女前去吊孝，见我二姐姐左手用棉花包裹，当时拉拉扯扯，不容调侃，私自入殓，是何道理？杨三娥，你住口！高展英讲，只因你二姐姐死的日子不好，夜死双女，不许过午入殓，隔夜上。要是过了午呢？要是过了午啊？怎么样啊？那就是上火歪了。可恶！高展英讲，要是过午入殓，隔夜上埋，100天之内必死我家当头之人。禀县长，高家父子狡赖不招，这些人都是老高的用钱所买，异口同音，求县长开棺检验。若是有伤，高展英按律赔偿；若是无伤，我杨三娥情愿领罪。嘿，这下咬他妈脖子上了！来呀，把高展英压起来！嘿，他人等敢下头去，回去我见见去。哎，这场官司不让我这老干部说话呀，要是让我说话，绝不能打成这个样。你去！阿叔，哎，您看这事可怎么办？那你说呢？依我看，那个老杨家是个贫寒之家，咱们豁出去600-700块钱给他，我看这事不就结了吗？你这个花上600-700块钱可不要紧呐、啊，那就给你买了死罪了。那您说可怎么办？咱们有这600-700块钱，宁堵城门不堵水口，县长压起六头，那就是给你递话了。咱们有这600-700块钱，往堂上一放，县长就……我先回去投了。老总，老总，什么事儿啊？老总，我想求见县长。哦，见县长？哎，是。怎么个见法儿啊？对。老总，我想求见县长，把我儿子保出来。哦，哎。这都是见县长的。对，老总，您买包茶喝啊，这才像话啊。报告。什么事儿啊？报告报告的。高老头要见县长。不见。高老头还算懂事，叫他进来。哎，高老头，来，上堂喝茶。县长，哎呀，高老先生，这么大的岁数了，受儿女的牵连。哎呀，可不是，整天借打官司告状的，也怪难为。是。哎，我有心把你们两家的案子了结喽，你看如何、啊？县长公断，县长公断。不过你还得花2000。行，也不用多，150。行啊，行。带杨三娥，带杨三娥。哦，三姑娘来了啊！哎呀，这么大的姑娘家，整天借打官司告状的，你母亲在家里也免不了惦念呢。哎，就算是官司打赢了，你二姐姐也活不成了。我有心把你们两家的案子了结喽，哎，你看如何呀？不知怎样了结呢？是这样的，哎，老高家呢是个大财主，你们家呢贫寒一些，叫老高家赔偿你们150块损失费，你看如何呀？就依县长。哎，好，钱带了没有？哎，让三姑娘过过数。三姑娘拿好了啊。哎，三姑娘，别走，来，签个字，画个押啊。明
淫女不会写字。哎呀，这有什么难的呢？来来来，我教给你啊！你看啊，就在这儿画个十字就得。哎哎，我怎么给画上了？啊，走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哎哎，三姑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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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后啊，家里有什么为难招窄的，尽管说，用钱吗？到家里去拿，咱们亲戚还是好亲戚嘛啊！高老头，你放心吧，三姑奶奶跟你们老高家没完。你瞧这俩钱花的，带高湛英杨滚，带高湛英杨滚。县长。高先生受惊了，多谢县长关照。哎，你们两家的案子已经了结了，回家过你的太平日子去吧。他是个乡下人，不懂得什么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杨滚，以后不许打官司告状了啊！回去吧。小子，你等着，没完。退堂，正式。知乎者也聊此案，要你揣满大洋钱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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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沧桑多阅历，高攀新贵显声名。谁找我呀？外边有两人要见您呐。哦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哎，二位，请吧。你们是？您是徐律师吗？是啊，贵姓啊？我姓杨，这是我哥哥。我们是从滦县来的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啊，这是周律师给您的信。汉川英雄台见，杨三娥所告命案俱是实情，系小弟代书呈状，可恨牛成受贿千元，一毛不拔。杨三娥此番进京上告，勿忘我兄鼎力扶持，让牛成知道我辈不可欺也。我辈不可欺也，别的不敢说，出口气还不容易吗？杨姑娘，周律师是我的至亲，有他的托付，
那我一定给你们出力啊。好好好，不过你们打算让我做点什么呢？我们想啊，求您老给写张状子，我们好到衙门口去喊冤。我说你们可真是从外县来的人呐、啊，把打官司看得也太容易了。现在没有什么衙门口了，如今是直隶高等检察厅了，到那儿去喊冤告状，那不成儿戏了吗？啊，徐律师，是不是我们兄妹居民写下呈状，求您老给递上去呀、啊？哎呀，那也太麻烦了，那就得走公事。哎，那不走公的，还走私的呀？不不不，他说的对，不走公事就得走私交嘛。啊，我看你们两个谁出头啊？我出头。嗯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如今杨厅长刚到任不久，他的公事也不忙。不过这个杨厅长是个武将出身，他的脾气可是有点怪呀、啊。杨姑娘，我带你去一趟好不好？上哪儿去呀、啊？我带你去见杨厅长，你敢去吗？我敢去。好，正是拼着性命被告状。此事还要细商量啊。来，里面请，我们再谈。圣三级，英雄莫论，处神地。去吧。哎呀，今儿个还真清静，这人都上哪儿了？厅长，太太们都在楼上打牌呢，您老不去玩两圈吗？我不玩，这几天心里边可他妈别扭了。厅长，您老可有什么别扭的呢？你小子懂得嘛，咱们爷们儿是玩枪杆子出身，把我派这儿来不是动笔就是弄墨，整天就欠压屁事，可倒好，这几天嘛脑袋都大了。厅长，您老荣任直隶高等检察厅厅长，真是步步高升，依着您老部下弟兄们说，这还是屈着您老人家的才了。谁说不是的。马婶儿，同志，大舅爷到。报告，大舅爷来了。我说往后别这么瞎咋呼好不好呢？大舅爷来了，请进来不就完了吗？嚷嘛呀？是。是。大舅爷，请坐，请坐。好好好，见过厅长。这谁呀？他是我同乡的一个表侄女。哦，他今天是专程来拜见厅长的。拜见我啊？拜见我干嘛呢？他姐姐被人给杀害，他来到天津，求您给他伸冤报仇啊。我说大舅爷，厅长，你也太耐管闲事。中华民国七八年倒了霉了，年年打仗是天天死人，死个人算吗？他姐姐死了，埋了不就完了吗？你把他领到我这儿来，也不给我找麻烦吗？你简直是造改呀！厅长，你这话不对。啊！你说我不对，我是南征北战动荡七杀，我从枪杆底下钻出来的，我会不对？你对，你对，你说。厅长，遵命。
咱没看透啊，一个乡下的黄毛丫头子说出话来条条有理儿，哎，小嘴叭叭叭叭叭叭，像那机关枪似的。是啊是啊，厅长，这个杨三娥是大有见识，与众不同啊。他远道奔波来到天津上告，认准了只有杨青天能替他伸冤报仇啊。杨青天啊？杨青天是谁呀？您呢？我？哎呦，怎么厅长您还不知道？哎，你听谁说？哎呦，那外边都嚷嚷动了，杨青天是您，您就是杨青天呢。哎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是真的。那没错，我是杨青天。嘛，杨青天，甭听他们瞎扯。啊，是是，厅长，我知道，您是最不喜欢听人家虚奉的啊。不过厅长，您可别看这是一件平常的人命案，您要是劳一点神办了这件案子，那可是一举三得。一举三得？对，哪三得呢？厅长，这一替杨三娥昭雪沉冤是万民称颂，哦，这二给百姓们铲除饥饿是大快人心。厅长，这三说你的，替地方上惩办赃官，澄清吏治。厅长，您历任之初，这民心可为首啊，这一举三得的好事，您是何乐而不为呢？哦，照你这么一说，这码事儿咱还非管不可。非管不可。好，说办就办，来了，哟，把全案人等都给我逮来，我要开庭审问。叶厅长。咋了？叶厅长。咋了？叶厅长。咋了？没错的，厅长。跟您告假，大小姐，没事上我这玩来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哎呦，我说杨姑娘，你吓了我一身的汗，咱们赶快回去写起诉书。正是。入虎穴，才得虎子。为报仇，舍己忘身。跟我来。去的头一个挨枪毙。哎，有的有我的啥呀？刘董家子的时候你过去没有？过去了。吃肉没有？吃了。哎，别说是吃肉啊，你就是喝点菜汤也得去那头一个挨枪毙的。哎呀，老爷子，这可咋办呢？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，咱们走。上哪儿啊？到唐山把这小驴一卖，打成火车票，下关东。上独三省。哎呦，老爷子，那咱那个小子可咋办呢？哎呀，他整天耍钱闹鬼的，你管他走啥呀？那还有牙头呢？那是出了品的人了，你就更甭惦记他了。那就走了吧。走吧。哎，走了吧。有拐子儿，忙背驴儿。我去跳大神儿，牵老驴出离了大门外，看看四外就没有个人啊，将包裹搭实在驴脖子上。叫声老娘子听个仔细，依我说，你先骑驴头前走，你这一瘸一拐的更累人，嗨，这才是
一缕头前刀。我打小营盘出身，没干过这行，这是大总统栽培。发起委任兄弟我高等检察长，没嘛说的，咱们做的是父母官，就得给老百姓成教做主。要做清官，就得小醋拌豆腐，一清二白。你们说说，我说对吗？对。厅长真是公正廉明，龙图在世啊！龙图，我嘛也不图，咱是人不留名，雁不留声。来呀、啊，走，开庭，开庭。报告，全案人等待到，裴氏金玉高贵何在逃？我知道了。我说帮办呢。厅长。我没问过那，你问问我瞧瞧。不敢。别客气，那敢不敢的问你的。带杨三娥。带杨三娥。带杨三娥。你叫杨三娥。是。多大岁数？一十五岁。十五岁长这么高？嫌高记他半截去。你属什么的？属猫的。胡说，我就没听说过有属猫的。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做官的。我是替我二姐姐报仇，又不是合婚批八字，你问我属相干什么呀？住口住口住口，我叫你住口啊。我说你是干嘛的？有你这么问难的吗？你问的这都是嘛对嘛呀？我看你哎，纯粹让老高家大洋钱把你折腾个胡说八道。当官都像你这样，这不官逼民反吗？啊！来呀、啊，哟，一个半边旁边站着，撤步。杨三哥，有有宝吗？有宝，取宝是。带狗装村政府，狗装村政府，狗装村政府，来了。厅长，县长，你们是狗装村政府？是是是。高阳两家的事是你们说过的？是是。怎么回事？说。回厅长的话。这个老杨家告老高家说高阳是被害而死，这个老高家说高阳是因病而亡，这个老杨家告老高家说高阳是被害而死又没有干政，老高家说高阳是因病而亡又许给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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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成你妈妈绕口令了。传高家父子，带高家父子，高家父子。县长，高占英，有，你媳妇儿是怎么死的？病死的。嘛病？血崩。你闺女倒诊。那为嘛杨三德告你杀妻害女呢？他是借贷不周，讹诈学生。混账！你说他讹诈于你，
那为嘛你在乱县上下打点呢？啊，又为嘛给杨三娥150块现大洋？哦，你觉着本厅长我是个老醋啊，跟我这儿搭茬，一见面就瞧你小子不怎么正经玩意儿，看起来看起来。来呀，走，传话下去，在狗庄营地高打西棚，我要开棺。这事儿退厅。你给姐弟500块钱，上酒楼。嘿，退厅了。哎，我呀，我赶快溜吧。你们听着，马上就要开棺验尸，你们还有嘛说的吗？厅长，若是有伤，高湛英按律离场；若是无伤，民女情愿领罪。杨三娥，你可不要后悔呀！我后什么悔呀？检验令，是。打去坟头土，开棺大事。当差的，请你把死者的衣服解开吧。先生，人死已久，骨飞肉烂，您就随便的解吧。那好吧，报上来。是，头顶心无伤，桡骨无伤，胸前无伤。请厅长给我家留点脸面，免夜下体。厅长建议中途不能拦夜。对，往下夜。是。
家，快快请起。娘姑娘，娘姑娘，你不要多心，我们跟随厅长从天津而来，实才听你一番言语，难得你大义淋漓，有智有勇，为死者报仇。这里面有伤自是有伤，无伤自是无伤，我虽是当小差事的，也要积阴功于后辈儿孙。你们看，这是老高家贿赂我的500块钱的粮，当场成交厅长。好小子，大洋从狗往下咽。是。死者食指不全，左手缺指一节。先生，食指不全不能算杀。你是什么人？高占英。哦，食指不全不能算伤。对，那脑袋掉了才他妈算伤吗？看起来，看去，左肋刀伤一处，右肋刀伤一处，小腹暗藏短刀一把，四处刀伤三处致命。好坏人呐！这个坏人。请厅长宣判。判吗？枪毙。高小六，看你三姑奶奶办到没办到。下士再见。到。报告，执行已毕。这不接了。哎，诸位厅长，你们说说这段我问的怎么样啊？厅长真不愧是杨青天呐。哦，杨青天。请厅长照相留念。哎呀，还照相。好，正事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以后缺德我有话说。照相照相，开始。